我先来做个简单的介绍啊，各位朋友，大家星期六晚上好。今天是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也就 CCWAA 的又一次公益讲座。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冬季进补美食汤水篇。今天晚上的主讲嘉宾是何梅老师。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何梅老师。何梅老师曾经任职广州医药系统中西药品制作和销售工作，曾在广州音乐音专声乐进修班就读，并在女青年会合唱团任职女高音声部部长，担任独唱领唱演员、教堂唱诗班班长兼指挥，曾任广州三和广告集团人事行政部经理，曾获多伦多市政府厨师烹饪证书。哇，好厉害！研究和学习中西方食材及制作，曾在中信执教汤水篇和音乐养生，并在这个华资处教授音乐课程。那么这个是简单介绍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话筒交给何梅老师，今天晚上的一个小时讲座，请大家认真听讲，有请，何梅老师。好，谢谢助理。我就想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是在还没知道大家很需要什么的情况下面，我就按照我自己的，就是过去的那个讲的那个汤水篇里面的内容，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才能保持自己的青春美好，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是我们的，现在对付疫情的最重要的关键，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面，因为我们要弄吃的，要买，要做，然后才能享受，所以啦，也是要经过一番，功夫。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别是老人家，就是都是比较艰苦一点。不过为了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慢慢的克服。如果能够吃得好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到一定年龄，就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家，那就更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吃得好，心情好，有运动，就是，这样还有睡眠好，这个四大要素我们做得到的话，身体一定会好。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讲的，大家不理解或者是不清楚，等一下可以提出问题，我就是这样的想法，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个汤，一个菜，两个汤，一个是对我们的身体有，现在是秋天了，可以润肺滋肾、养阴、健脾，这个汤就是猪展、莲藕、银耳、响螺肉的汤，大家听到吧？清不清楚？清楚吗？听得非常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请大家告诉我。因为
我不有知没道。有那个 PPT？有没有那个演讲材料放上面，这样大家一边看一边听？那个材料呢，我只是发了给Jessica。我们都想过，就是先跟大家讲了，然后以后在那个群里面再告诉大家。那我现在拍的一个，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汤，左边的那个汤就是莲藕、银耳、香菇、海螺肉、红枣、胡萝卜，里面那一包是鹌鹑，这个肉可以用鹌鹑。可以用猪展，也可以用西施骨，还可以用鸡。我现在说的刚才就是，这里是鹌鹑，我是为了方便有声做笔记的，所以我讲慢一点，特别对这个食材，这个可以用鹌鹑，可以用西施骨。也可以用猪展，也可以用鸡，这些都可以煮这个汤。这个是肉的方面。第二个就是响螺肉，下面那一包就是下面那一包，艳红艳水红的那个就是响螺肉，可以放两三片，只是用水，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如果你要把它泡的话，你洗干净泡了，那个水一定要放到汤里面煮，因为它是很鲜的，很鲜的那个味。如果你把那个水倒掉的话，那就很可惜了，这个汤没那么好喝了。第三个是莲藕，第四个是银耳。莲藕你是可以多可以少。一斤也行，半斤也行。银耳是一朵，一般是一朵，不需要很大，30克，20到30克。然后香菇你可以用点，花菇，就是把它洗干净，泡，1个钟头左右，然后就，可以了，可以放进去煮了。第六是红萝卜，红萝卜它是，学名是甘笋，甘笋它是很多维生素 A 的，补眼睛，补眼睛，还有，润燥，维生素 A 的用处可大了，以后我会把那个维他命的，各种维他命的，那个作用跟那个。微量元素，各种人生活里面需要的那些元素，我会拍了，放到群里面，让大家都认识，然后需要的，按照你们的身体需要的，你们去药房里面买一点，然后补益身体。还有第七。是姜有三片，放三片。如果你的身体是虚的、寒的，你可以多放两片，多放3、5片。如果是你的体质是比较热的，那你就放2片就够了。红枣，6大个红枣，我这里是6大个红枣，这个是新疆菌枣，把它的核。挖出来，把肉剪出来，就把核去掉，然后就莲藕大家都知道了，鹌鹑这些也是用清水洗干净，就不用烧水的，不用出水的，就那个白白的那个是姜，2、3片姜，莲藕，这些食材呢，多少都没关。问题不大，但是
如果你煮汤的时候，你想喝六碗汤，这里这么多的东西了，你可以煮一大锅了。一大锅，大概如果是煮好的话，就是可以8碗到10碗汤，再加上这个东西全都能吃，这个都全都能吃的啊。那个鹌鹑的肉也好鲜啊，因为有响螺的肉干，所以这个汤你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你煮好的时候，你喝的时候，你先试一下那个味道，如果觉得它是合味道了，那你就不放糖不放盐。我通常就不用放盐不用放糖的啊。如果有，最好是有无花果，无花果干是在西人的商店里面买的。无花果干有什么好处呢？无花果干是润肺补心。无花果干里面很多那个籽啊，是养心神的。无花果干是非常好用的啊，在加拿大真是得天独厚，这里的那个无花果是好多，我们多伦多还没那么多，温哥华无花果树真的多得不得了，路边都有。这个无花果干补心养肺是非常好，也补肾啊，所以如果在这个汤上面再加4到6个小的无花果干，随意你自己喜欢加多少都没问题，然后那就更美好了啊，一个是补肾、养心、润肺啊，无花果干有这样的好处，银耳就是白木耳，也是补肺的，莲藕也是补肺的。啊，红萝卜是补肝、补肾、补眼睛，维生素 A 非常多，红枣的维他命、维生素也是非常丰富的，啊，里面有 C 有 A，还有好多的微量元素，啊，这个汤方，是通常我们一个家常里面的菜，那个汤就，我都常煮，今天我都煮了。还有，这个汤注意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银耳是比较，相对来说，银耳是偏凉的，所以要放姜、枣。姜跟枣是增强免疫力的，红枣、生姜两个，如果加上黑木耳，这3种东西一起的话，已经可以一个降低胆固醇，一个是提高免疫力，去感冒，这一堆材料里面，就是红枣跟姜，黑木耳已经又是一个汤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用笔记一下啊。我通常我以前讲课的啊，很多人都做笔记，因为如果这个你把它拍照也行，如果要不你就拿个笔拿张纸记好它了啊，就是这里一个很美好的汤啊。下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再跟讲一下，就是香菇。香菇呢有什么好处？香菇大家都知道，香菇有香菇多糖，香菇多糖是增强免疫力的，抗癌，使那个身体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其实讲一句，就是那个，增强免疫力，那个最重要的，抗癌啊，
还有这个疏肝啊，有些病人就是肝炎，还没到肝炎的那个情况下面，有一些是 HAA 阳性的啊，通常用香菇煮汤，慢慢的，就把那个 HAA 阳性，改变成阴性了。这里香菇红枣，姜煮汤也就有这个功能啊。所以香菇红枣姜一个汤，黑木耳红枣姜又是一个汤啊。刚才我说了，红枣、生姜、黑木耳就是降胆固醇的啊，糖尿病也是蛮好的。所以，其实一个大的汤方里面分解出来几个汤了，可以大家对这一个汤的着用跟选材有没有问题？懂不懂？有什么疑问？可以跟我讲，可以提出来。那这一个汤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下面呢，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汤，另外一个汤呢就是兔肉，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小白兔这里有灰兔、花兔通常就是。兔肉，兔肉煮什么呢？兔肉煮淮山药。一个兔，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兔里面有头、有身，四个角，上面两个角跟头的那一边，最好是用来煮汤。那个兔的大腿就是后两个脚，可以用来红烧、红焖啊。这个兔肉，可以就是用来红焖、红烧兔肉。一个兔子分两个，一个汤一个菜，可以这样了。兔肉煮汤。可以用淮山药15克，桂圆肉15克，玉竹15克，还有用生姜3、4片，因为兔肉是比较凉的，滋阴的。它不是寒凉的凉，它是滋阴的凉，所以它是健脾补虚，特别对脾胃是健脾胃的那个淮山药、枸杞子都是补肾的，特别对糖尿病的病人是非常有好处。玉竹也是补阴的啊。兔肉跟玉竹合在一起是非常补阴，桂圆肉是补阳的，就淮山药阴阳相补，这些材料加在一起去煮一个这样的汤，再放生姜3片，红枣，小的红枣放10到20个。大的红枣放6个就够了。这一个是冬季补阴补虚的、健脾胃的汤，非常好，也补肝肾特别适合糖尿病、胆固醇高高血压这一类的老人家来补肾。
其实年轻人吃也是蛮好，因为它是滋阴啊，补虚啊，它不是燥补。如果是燥补的，好像是鸡呀、都是属于燥补的，但是乌鸡就不同了啊。这个淮山药、枸杞、桂圆肉、玉竹、姜枣。同样可以用来煮乌鸡汤，兔肉也可以，乌鸡也可以，甚至乌鸡跟兔肉放一起都没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汤。那刚才我说的就是两个汤方，还有一个。就是兔肉的汤里面，如果大家有感觉，因为我自己感觉兔肉是比较滋阴的，所以如果你不放桂圆肉的话，这个汤呢就比较滋阴，比较阴寒一点了。所以这个汤一定要放桂圆肉跟枸杞，补肝肾。还有桂圆肉有什么好处？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桂圆肉它是吃了以后，你那天吃了桂圆肉，晚上你睡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能安眠。养心、安神，桂圆有这样的好处，但是桂圆肉也有它的，有它的禁忌，因为桂圆它是补阳的，所以呢，如果是，阴虚火旺的人，最好就是桂圆肉要加上玉竹，或者是兔肉才一起吃。如果你单纯用桂圆肉，煮水喝，那就适当的，稀化一点，就是多水一点，稀一点，不要太浓，因为桂圆真是很补火的，喝了以后可能会口干，有时就是阴虚火旺的，就是要注意慎用了这里有一位请教一下什么？还可以发出来吗？刚才那个有人提出来的问题对，刚才有人在问，请教一下，素食者不放肉效果怎么样？就是吃素的人，他不吃肉，就是素汤，觉得效果怎么样？哦，完全可以，因为呢，因为素食者，他不放兔肉，或者是不放乌鸡，也不放猪，也不放鹌鹑，什么都不放，你就用这个莲藕、银耳、香菇、红萝卜、姜枣，这些完全可以煮汤喝，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汤。但是有一些人吃素，响螺肉也不敢吃，因为它是海产，就用莲藕、银耳、香菇、红萝卜、姜枣，那就蛮好了，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汤，如果平常吃素的人，我相信他们都会煮这个汤喝，再加上花生仁，知道吗？花生米，他们都会这样，这也是一个汤，莲藕、银耳、香菇、花生，红萝卜、姜枣，这是一个就是美满的，素汤了，如果你加上肉，加上响螺肉，
这个汤更鲜美，就这样，明白吧？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汤就是兔肉汤，就是加上桂圆、玉竹、淮杞、淮山药、枸杞杞，这就是一个汤了。其实那个放的量，配料的量，多少问题都不大的。但是如果你太小的话，那个汤就稀了一点，如果太浓的话，就喝了可能会口干，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太稀，作用不大。如果太浓，那就是喝起来也不是口感那么好，所以大家自己适当按照自己的口味去调一下，就是最好的了啊。这里是两个，这个汤呢是粤菜里面的汤，两个汤都是粤菜里面的汤，还有一个菜，我今天说的，刚刚这一盘菜是我今天晚上的菜，今天这个汤我也煮了，蛮好喝。这个今天这个家常菜是有补气血、润肠，下面我就不说了，润肠必定是通便。对于便秘的那些老人家，或者是年轻人都有的，补气血、润肠通便这个家常菜，所以我就说，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在我们加拿大，不存在有便秘的机会，因为只要你是有便秘的话，你就可以用食疗吃好一点，吃好一点不是山珍海味，不一定，就是很简单的我们现在买个鸡也是10块、8块、11、12块，这里买鸡还是又方便又便宜，不过买这个食材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挑新鲜的去买。有一些地方就是那些超市，特别唐人超市里面，那些食材有新鲜的也推出来，不新鲜的也推出来，所以我们自己选好的，就是要选一些，看它是明亮的，好像鸡吧，买一个鸡。它的颜色鲜明，看它的皮肉，整个鸡是新鲜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兔也是。选择食材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因为食材的好坏决定你这个菜这个汤质量是怎么样。如果你用新鲜的，这个汤蛮有营养；如果你用不好的，特别，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买猪的猪肉，西施骨、猪扒、猪展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因为有一些地方是，有些唐人超市是用那个防腐那个水泡过那些肉，而且用水泡肉，真的，我都觉得尽量不要买用水泡过的，哪怕它是用很干净的水泡过，它的营养已经失掉的了，没那么好的。所以如果买肉的话，买这些三黄鸡啊、龙岗鸡啊，这些东西，乌鸡啊，我都会到唐人去买，超市买。但是唐人超市里面，你真的要看清楚，
选好这个食材。如果不新鲜的，你宁愿不买，真的，吃了也没好处。我就这是我自己买东西的那个经验啊。如果不新鲜的，你真的不要买啊。我今天这一个菜呢，就是一般的家常菜。我刚才就说了，就是有补气血、润肠通便。这个为什么说它补气血呢？补气血就是肌肉，整个肌补气补血是非常好的，哪怕你什么都不放，就一个鸡洗干净，煮一个清鸡汤，已经是对身体极有补益的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沂蒙山》，里面有一个大嫂，她照顾一个受伤的那个伤员，然后就杀了个鸡，都是用鸡汤来跟他补血。他受伤了以后，在他家养伤，都是靠鸡汤补益的。所以鸡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那个补益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我说的是新鲜的鸡，千万不要变质的，就是最好是刚杀了。不过现在我们现在超市买的那个鸡啦，有人看过《沂蒙山》，这个里面都有这个故事，对吧？鸡的补益是食材里面首选的。真的，它比牛肉、比猪肉，比其他，都是，首先是选它，真的，它能补气补血，以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鸡汤的各种鸡汤的做法，现在这个呢就是家常菜，黑木耳、香菇、黄花菜、蒸滑鸡，那个鸡把它砍了一块一块，还有一个秘诀，我跟大家讲一下。吃鸡的秘诀大家都知道，因为鸡胸肉，如果你是煮汤，或者是你是煮了，或者是蒸了，它都会不嫩。很柴或者是很硬，我们都不喜欢吃，所以呢，我吃鸡，我是一个鸡煮三味，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那我跟大家说，一鸡三味，就是一个鸡三种吃法。首先，鸡翅、鸡腿。两个鸡腿，两个鸡翅，然后把它切成一块块，用来就蒸这个黑木耳、香菇、黄花菜，姜丝，就是这个是用什么调味啦？上油，点点盐、糖。生粉、麻油、生抽，这是用来捞了那个鸡跟黑木耳、香菇，把它一起捞好了，然后就蒸。如果你喜欢的话，洗干净一些枸杞子或者是红枣，那就更好了。因为增加维生素，增加维他命，这个都是很好的，大家听到吧？然后这个鸡呢，我刚才说的一鸡三吃，我不是说了吗？两个鸡腿，两个鸡翅，用来砍，就是把它。展开一块一块，
就蒸这个香菇、黑木耳、黄花菜，啊，这个是一个菜。另外一个呢，鸡的骨头，啊，鸡脖子，啊，鸡背、鸡胸骨，用来煮汤。这个呢，又是一种吃法，啊，还有一个鸡胸肉，把这个鸡胸肉，切开来，这个鸡胸肉不要吃片，不要切片，把它不规则，然后一块块大块的切好了，也是用生粉、酱油、盐、糖、麻油，啊，把它捞了，捞好，然后腌它大概半个小时。然后这个鸡胸肉怎么吃是最有营养、最不浪费，就是这样用水，用你煮菜汤也好，煮瓜汤也好，就把这个鸡胸肉捞好了以后，先在那个水开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鸡胸肉慢慢的放进去，啊。把这个鸡胸肉先泡熟了，千万不要泡时间长，泡到它刚刚熟，然后就好了。那，泡这个鸡胸肉怎么知道它刚刚熟了？你把它放到开水里面，放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汤还是开的，一放进去，它就不开了，然后它慢慢的重新再，滚开来，滚开来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火关掉，然后那个水刚刚开的时候又翻滚了，然后这个水再翻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火关掉，然后盖上盖，焖它5分钟，这个鸡胸肉你再捞上来是非常好吃的，又嫩又滑。明白我的意思吧？有没有人不明白的？我讲得清楚吗？大家都明白吗？如果清楚就行了。好的，然后呢，这个鸡胸肉这样吃不会浪费。如果你煮汤，没有人肯吃的，包括我就不喜欢吃了。煮过汤的鸡胸肉是又硬又柴，就不好吃。然后鸡胸肉这样吃是不浪费。一个鸡可以分3种吃法，这个是很科学，也是一种享受。如果你浪费那个鸡胸肉，鸡胸肉是最有营养、价值最高的，在鸡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这个今天晚上我说的两个汤，其实在两个汤里面分解出了几个汤了，还有一个是素汤，就不放肉的，刚才那个莲藕、白木耳、香菇、红萝卜、姜、枣，这些就是一个素汤，加上肉。就是一个很好的补益的这个补益身体的汤另外一个就是淮山药、枸杞子、桂圆肉、玉竹、姜枣煮这个兔肉的汤，还有那个兔我刚才说的那个兔上两个角的跟脖子头那边用来煮汤是又滑又嫩，是最好吃。那个两个大腿跟那个身下半身那个用来红烧红焖就是你不用放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放酱油、糖一点点蚝油然后放点姜片红焖这个兔肉，已经是很补益的了
又好吃，啊，再有一个那个兔可以这样用，兔子把那个大腿的肉分开来，切开来，把它切成一片一片，就是用生粉酱油，油、糖，把它，糖不要放多，只是放一点点提鲜的。如果你不放糖，这个菜哪怕很好的材料，它不提鲜，那个味道也不会很好。你们自己试一下，这个是配料的作用啊。如果放一点点糖提鲜，这个菜的味道完全不同啊。大家去只练一下自己的经验吧。这个兔肉可以炒肉片啊，就是兔肉的片啊，可以用什么炒呢？用蘑菇、芦笋啊，还有红椒、青椒丝啊，然后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蒜心啊，蒜心在超市里面有的卖的了，蒜心啊，就蒜心啊、芦笋啊、蘑菇啊、红椒丝、青椒丝，这些都是可以炒兔肉片，也可以炒牛肉片，也可以炒猪肉片，啊，这些菜，都是我们日常可以常吃到的，啊，我们生活里面能吃好的东西，第一个是一种美食的享受，还有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吸收营养，然后得到健康，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啊，所以我对这方面是比较认真，也是，应该说是比较用心去研究研讨的，啊，所以我来到了加拿大以后，我都在加拿大市政府办的那个 Chef It Up 这个班里面，我都认认真真的学了，啊，还有东西方食材的那个选择，保持，还有好像冰箱里面该怎么处理食材，这些都要学的，啊，这些呢，以后我会跟大家有机会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互相，就是研讨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大家还可以提出，啊，我尽我的能力去，给大家分享分享，啊，